是两种和两种以上的材料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发挥每种材料的一个最佳效果，体现它的最佳性能。复合材料的研发与设计和应用来说，体现着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一种体现。复合材料在我国的时间要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可能还要再短一些，但是这几年可能发展的很快。双一自2000年成立以来，一直致力于复合材料产品的一个设计和研发工作，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，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设计和生产制作。有一些领域在我们的参与之下，慢慢的和世界先进水平已经越来越近了。比如说我们在风电液电模具制造领域，有很多我们原来没有涉及过的，现在我们都已经开始生产了。特别是生产出比较高端的这个复合材料模具来，然后降低了我们采购国外同类产品的这么一个价格。在液片模具制造领域，有一些电压热系统原来都是国外客户是垄断的，从我们设计研发开发出来，然后这个价格成倍的可以下降。在我和我们同行的这个共同努力下，我们会和世界先进的复合材料制作水平会差距越来越小，有的领域甚至实现了赶超。总的来说，制图效果是你最看重的。我们希望设计软件好用，然后画出的效果好。第二呢，就是软件的一个兼容性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和很多的客户打交道，他们的软件可能会有很多种。然后通过借助我们三维软件，用一比一的比例把它用三维展示出来，帮助客户更好的理解我们设计理念。好的三维的软件呢，能把我们的产品能更完美的展示给客户。好的这个三维软件呢，这个面和面之间能做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缺陷，然后呢，图纸的数据量也不是太大。如果这个软件又大，而且造成的那个破损面啊，或者说缺陷面特别多的话，后期需要通过人工手术把它修整过来。都是希望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的，然后要把产品交到客户手上。这个绘图的效率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一个好的三维设计软件呢，比如说它的制图效率很高，就能很快的转化成就我们车间能生产的产品，给车间节约时间，然后呢，就相当于缩短了我们的生产周期，对我们的这个竞争力是很有好处。在了解咱们这个软件之前呢，我们用过很多国外公司的一些软件，最后选择可能是基于性价比，我们觉得是最高的一个软件。我们这款软件也使用了2-3年了，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。贵公司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啥呢？就是软件进步还是比较，每升级一代呢就有一个明显的进步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是使用贵公司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